我是千鸟，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驾驶学校的最后一集，41到48关，噔噔，终于快要破完啦。41到47都是拉力的部分，对，拉力苦手啊，过得了吗？我真的过得了吗？拉力的关卡我们就不要牵引力控制啦，零，然后它会自动变泥地胎 ，ABS 也是预设 ，Go。41关的弯都是比较缓的，让大家适应泥地驾驶。我们在第一个跳跃之后开始转向，不需要刹车，油门放到维持一点点，看到出弯的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全油，马上转另外一边，也不需要降档，也不需要放油，就直接冲过终点，耶、yeah! ，成功了！42关弯稍微急了一点，是下坡的时候，所以速度比较快。我们会在第一次飞跃到第二次之间做个刹车，当车尾偏向弯的方向，然后四档过，车辆一摆正，马上就左转，然后踩下车，滑到大概车头对准终点的方向，然后看情况补油。第43关是要练习飞跃，它一放给你操控 start 的时候，就要立刻下车左转。降到二档，滑的角度不要太大，尽量快点抓回抓地力，然后直直的对准拱门飞呀、啊。落地左边的人快要消失的时候，就开始减速，一路降到二档，然后把这两个弯当作一个弯，一口气的滑过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耶、yeah! ，过了过了。第44关渐渐有抓到拉力感，连续弯，接下来是要在泥地上面连续转两个很急的弯。首先呢，我们第一个跟刚刚差不多的技巧去转，但是我们出弯的时候要注意在内侧出，然后斜斜的往另外一个弯的内侧前进，多补一点油门来偏转车尾，这样就可以转得过去。哦，居然过了，意外啊。45关呢，它是刚刚前面几关的综合的感觉。首先在右边那个稻草捆消失的时候开始下车，降到二档，一路拉到牌子这附近之后开始重新加速，一样是内线出弯，直接斜切下一个弯的内线，可是这边速度比较慢，它会点一下刹车就好，这个时候速度就会开始不够了，我们踩刹车之外还要再多补一点油门，然后再放开，让车尾可以滑动，车头对准出弯方向。耶、yeah! ，过了过了。又是连续拉力，这边的弯就更多了。首先要在飞的时候下车，一个右发夹弯，它是长的那种发夹弯，控制好油门滑过去，二档升三档，在最高处的时候下车，降到再降到二档，小心内侧凸起来的岩石，一样是控油滑过去。一回正马上就转另外一边，不用降档，直接补油，小心不要失控冲向终点，过了吧。啊，终于给我过了。47还要干嘛？甩尾啊，甩尾，我的天哪，还要我甩尾啊。其实甩尾跟拉力都是类似的，反正多补一点油门，车尾就会多滑一点；油门稍一点，车尾就会稳定一点。那这关就是其实不太用反应法，就是点一下油门，让车尾滑一下，有得分，多试几次就可以了。
我觉得这跟人家展现出来的衰微是完全不一样。哎，成功了，居然成功了，这样有甩吗？最后才甩，好好笑。最后一关，耶，48关，职业测验，单圈赛道，请你一。这整关，这整集唯一一个牵引力一的。最后呢，这关龙之境呢，就是基本上应用前面所有所学的技巧，我们冲一圈，那冲来中午50.2中间，在观察我的路线、档位跟刹车时机。我这次就不暂停了，这个地方在右边路沿石的地方刹车，降到二档，冲到路沿石开始慢慢补油，小心出弯，不要踩太多，不然会打转。这个高速弯呢，我们不需要减速，只要稍微放开一点油门就可以了。在绿色草地消失的时候刹车，减到二档，转过这个弯呢开始补油。这边在右手边红橘色标记之后呢，我们点一下刹车，速度大概150左右，用三档过，然后开始一路加速，油门都不用放，就转弯就好，转好路线，不要失控。那这边大概是在左边的路沿石的地方开始刹车，一样是到二档。碰到弯中心的时候重新加速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弯我们全速的冲过去，到中间这边路沿石点一下刹车左转，然后通过这两个立刻开始补油门，直接踩满，这边非常容易撞。然后到100公尺的地方刹车，一样是一个二档的补油，让车尾稍微有一点滑动，车头对向出弯口就可以全油了。基本上龙之境就差不多是这样，想要看更多的话，我们曾经有一场 N300 的比赛，可以去点我的直播记录。耶，终于过了，集满金牌。哦，安全车欸， GTR 安全车欸，原来是这样拿到的。 Yeah， 全金啊，终于啊。好，那我们最后一集的驾驶学校金牌攻略解说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岛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